Moin, moin und hallo, liebe Freunde des KSA-Channels. Herzlich willkommen auf unserem Kanal. Wir wollen euch heute, wie ich finde, ein ganz besonderes Video präsentieren, das ich gerade selber auf dem chinesischen Discovery Channel entdeckt habe. Hier geht es um eine Reportage über meinen älteren Kung-Fu-Onkel, den Duncan Leung. Auf Chinesisch wird das Sipak genannt. Und mein Sipak hat hier eine Begegnung mit einem jungen professionellen Tänzer, der die interessante Idee verfolgt, da er schon sein Tanzen auf einem hohen Bewegungsniveau erlernt hat, möchte er jetzt eine zweite hohe Bewegungskunst erlernen und will da das Wing Chun als Kampfkunst und möchte diese beiden Bewegungsformen dann zusammenbringen, integrieren, seine eigene Kunst dadurch verbessern. Ich finde das eine ganz interessante Idee. In dem Interview, das dann folgt mit Duncan Leung, gibt es, wie ich finde, sehr interessante Anekdoten zu seiner Geschichte mit Ip Man, wie er Ip Man begegnet ist, wie er die Kampfkunst erlernte, welche Idee er in der Kampfkunst verfolgt. Und es wird auch schön deutlich, dass es durchaus Unterschiede der verschiedenen Originalschüler von Ip Man in der Auslegung gibt. Und wir wollen diese Gelegenheit nutzen, in naher Zukunft verschiedene Originalschüler hier auf unserem Channel mal zu präsentieren, dass sich jeder seine eigenen Vorstellungen davon machen kann, wer wie die Bewegung auslegt. Ich wünsche euch viel Spaß bei dem Video. Bis dann, euer Markus. Alright, now this is similar. Somebody grab your hand. You pull it. Oh, so, so. 哦，这首师傅的头发还是黑色的，真的是师傅，我记住。哦，真的吗？哇塞！我叫于衍林，从小生活在美国，是一名职业舞者。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功夫。我开始的时候是看了成龙的《醉拳》那个电影，感觉我的舞蹈风格和功夫挺搭的。 他的一招一式总能给我的编舞带来灵感。我和身边的美国朋友都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可能都会功夫。我之前有去研究太极和传统武术，我特别喜欢咏春，就每个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很多，但是我怕我说错了。让我困惑的是，当西方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功夫的同时，在中国。 传统功夫的实战性却被质疑。假如功夫不能实战，那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嗯，它旁边的杜甫草堂，您去过吗？What's a 杜甫？ 杜甫是中国唐代的一个诗人。哦，不了解。床前明月光，我一个吧。<笑>然后它有韵律，就像舞蹈的韵律一样。陈存吉，他是中国香港功夫电影兴衰的见证人。 以及很多我不知道的身份。70年代，他受成龙之邀，成为功夫演员，两人作为挚友，合作至今。让我们有请资深导演陈勋奇先生为铁手颁发成龙奖杯，大家掌声有请。80年代，他创办电影公司，收留了落魄的王家卫。90年代，为他的电影打造了经典配乐。 在自导自演的多部功夫影视剧后，逐渐退居幕后。而这次，他是我了解功夫的引路人。你跳那个街舞跳了多长时间？11年。哇，就是舞蹈跟武术，我是觉得舞蹈更难。是吗？因为舞蹈你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次。 我帮成龙
拍最全市集，怎么样才表现那个自由奔放呢？所以他很聪明，他把街舞他就这样，他就关在那边。其实我第一次看醉拳就特别觉得醉拳和街舞很搭。对对对对对。那舞者，你要有机会，你就可以表演你的身手拍动作片。你又会学到很多东西。一二三，陈君琪让我演功夫片，似乎只是说说。几天前，他带我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成龙影视基地，希望我从最熟悉的功夫电影中感受到传统功夫的奥秘。这个就是大个的训练场。陈导，哎，你说，你来吧。他叫 Franklin， 他是街舞的。啊，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威亚吊你那个感觉？威亚的感觉。啊。三，噗！来一打，当。在这里，我见识了电影中的功夫。在空中的时候啊啊啊！那种那种，来打。喂，一二三。不到十分钟，大熊便给我编排了一段打斗。这一刻，我觉得大熊处理功夫更像是我所熟悉的编舞。所以这是临时安排的，就是刚编了的，刚刚想的。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陈勋奇看出了我的失望，他决定带我见一位擅长实战的大师。我待会呢就介绍一个李小龙的师弟，真正能打的那个咏春实践咏春的高手，不可能有第二个。梁师傅就在那个二楼，这个，对，实战咏春，对。梁少红师傅是咏春宗师叶问的亲传弟子，李小龙的师弟。梁师傅，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帅哥，你好，叫 Frank。Hi Frank， 幸会幸会。你是美国回来的是吧？对，梁师傅在美国也是几十年了，40多年了。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真功夫时，他却说打人很疼，他擅长的是挨打。当脚，我基本上所有练功夫就是练首先不应人家打到，打人的不用学功夫的，不应人家打到才是真功夫。要是我挡着你，只有两个方法打我：他拉下就是打我，大力一点打，对吧？哎，他打我，我挡不了。我靠眼睛去看没用，他拉我，他打，大力，对吧？我不用力的，我要不看好，他拉我以后这边打，对啊，对吧？要拉只有这里打到吧，他不会打这里吧？拉我就开胃了，我就让你打我，我都因为我不知道啊，我给个机会你，我就凭着你这样打的，因为你只有这个方法，只有这个位置可以打我，打我。他这个手一大力派，我就一大力打他。咏春是不兜力，这是摇摇板一样，你攻接你，我就接你打你，你攻接你就接你打你。本来他是主动，现在呢？我是壁咚，还比他快一点点。现在咏春，假设有一个舞蹈作品，然后想融入街舞，还有咏春，你们会
就是想要看到什么东西。武术呢要去斗好，咏春是搏斗，这要对手。带你的拳套。让你带个拳套，啊他？他怎么可能？真的？对手怎么打你，你不知道，看你自己又看对方怎么样。跟随叶问学拳时，他们教完一招一式，都要我去试。打大力一点啊，打不到他。我心很大力了。试了之后，不停追问结果，比我自己还要紧张。不够力，我手都痛了。你戴手套都不痛，你不戴手套更痛。他年纪大，就叫我找来一两个卖菜仔给我作伴。最初那些雇来的卖菜仔见我只是个少年，以为让我打绝不成问题。大力啊，好痛啊！大力一点，你真的打人的痛了。徐军咏春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40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好多人都对李小龙好有兴趣，有没有见过他？后来他死了，但是人家想知道李小龙是怎么样的，咏春是怎么样的，他好奇。What's this? That's so practical, so fast, so direct. And then, of course, that's the one I chose. It's like the one I chose.外国人呢，就跟中国人学功夫不同，他比较实在。你做什么，你讲什么。